圣诞节会当得到圣诞老公公所送来的礼物，是真侪小朋友的愿望。为着帮助着就是家庭的囡仔买当愿望，端拿电工所和盖亚庄园合作，伫咧圣诞节来搞进前，先启动着圣诞好人募集计划，伫咧日前圆满结束。主办单位嘛伫咧24号举办送礼物的活动，伫咧寒冷的寒天，端好就是囡仔满满的温暖和平和。圣诞节，圣诞老公公分送礼物，是为小朋友希望的梦想。为着让因为家庭因素的囡仔来圆梦，大拿定公所甲盖亚庄园合作，圣诞前夕启动圣诞好人募集计划，伫个24号举办赠送礼物活动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带予弱势囡仔满满的温暖甲幸福。来公所真欢喜吼，有咱康宁集团吼。啊，做一举办耶诞好人的圆梦计划吼，啊，今年呢，啊，观众做募资的吼，啊，募集的23份的啊耶诞礼物，给我们镇内吼，啊，加低收啊加孩子，啊，以耶诞佳节进行呢，啊，让这些吼啊孩子圆梦，啊，我相信呢，啊，每一个人都会使是耶诞好人，咱彼此吼分享咱的好事。来公所呢，做一个平台，引进更加侪个资源，咱所有进来啊，这低收入的孩子们让他们呢能够一起圆梦。圣诞好人募集计划是由公所将多画纸分予接受入户的囡仔，并以指定的时间内收回画作。总共收到21份充满着纯真想象的绘画作品。色彩缤纷的画作，内底有囡仔满怀的希望，在公所甲盖亚庄园的门合下，林领人也送出多份的礼物，包括旧鞋、外套、书桌椅、书本、玩具等等，也阁有一挂礼物是由盖亚庄园来赠送。浓厚的温暖人情，让大拿的圣诞节更显美丽。细心是无错，运动大拿镇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